原标题：晚清老照片，官府派人保卫外国妇女。一个洋娃娃优雅仆人约翰·查尔斯·奥斯瓦尔德 1857-1930 年出生于英国克罗伊登，晚清时期在福州做生意，是一位茶叶商人和赛马老板。这些照片出自他的个人相册，有些是他拍摄的，有些是他收藏的。晚清的鞋匠，马厩门前，奥斯瓦尔德的马夫。奥斯瓦尔德是个摄影爱好者，1880年代和1890年代他在工作之余在福州和厦门拍摄了数百张照片，另外还收藏了一批记录晚清社会面貌的影像资料。官府派人保卫外国妇女儿童，照片中几名外国妇女孩子在山坡野餐，官府派出的衙役贴身护卫。晚清时期老百姓对来华的外国人普遍有仇恨情绪，围攻外国人的事件时有发生，官府为了避免外交纠纷常常为外出的外国人提供保卫服务。1895年福建莆田县曾发生劫杀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的莆田教案，致11名外国人死亡。奥斯瓦尔德所雇佣的工作人员因为民间排外情绪的存在，这些为外国人打工的人常常受到舆论的指责，被称为二毛子。义和团运动时期这种矛盾达到高潮，一名幼儿与两名中国仆人，照片中的幼儿很可能是奥斯瓦尔德的孩子。通过这些照片我们不难发现，奥斯瓦尔德家里仆役成群，生意做得很大，生活也非常奢侈。福州附近的一座山上，奥斯瓦尔德打猎时的助手，1900年福州被洪水冲坏了的小桥，这名男子的英文名叫 Tim Gill， 奥斯瓦尔德的雇员。他衣着比较光鲜，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，应该从事的是翻译、买办一类的工作，帮助奥斯瓦尔德开展买卖，并代表奥斯瓦尔德与官府沟通。葬礼队伍，清朝的葬礼非常讲究，出殡时开漏鬼、鸣金、大锣、吹鼓手、观弦牌、红彩谱、返魂轿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富贵人家的送葬队伍可达数里之长，占满整条街，穷人家可能只有十余人，数十人来送葬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